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讲到这里，讲到为人希坦啊，讲到为什么佛说有我，或说无我啊，说有处有受，又说无处无受。好，那举到啊，基本上啊，就讲到《婆求那经》啊，那前面呢，基本上讲业报的啊，《频沙王阎佛经》。所以他这里说啊，有人以后世不信罪福，做不善行，堕断灭尽，欲断彼夷啊，想要消除他这一种邪见啊，断彼夷，断他对后没有后世，没有罪福，没有善恶啊，就是以后世已有罪福，已有后世，已有善恶行啊，这样的怀疑啊，那么让他。因为他觉得没有后世，他就会造善造恶嘛，不行善嘛，所以让他没有这样的怀疑，让他明白而能够行善去恶啊，那让他这种断见啊，就断灭见去掉。所以说杂身之间，杂处杂受，那杂处就是有善有恶啊，那善恶基本上是杂染业啊，我们说清净业杂染业啊，那么既然有清净业。有杂染业，那么就有清净报跟杂染报，那杂染报就有苦有乐啊，所以这个叫做杂受啊，有苦有乐，受业受报。好，那这里讲到断见断灭见啊，我们稍微来明白一下啊，就是这里讲到啊，因为他有人疑惑是不信罪福啊，所以他就会堕断灭见啊，就没有来世嘛啊，就无我啊，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阿逸多。阿逸多或是富兰那啊，他说的这个阿逸多是唯物论啊，那富兰那也是讲没有后世的啊，那所以他也认为没有罪福啊，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啊，那么也没有罪，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也没有福报啊，那这个是啊所谓的断灭见啊，对，是所谓断灭见，六世外道里面的多数，六世外道的除了大概除了就是泥见子啊，泥见子也是讲善恶业报的啊，泥见子还有这个善若隐啊，舍利弗的师父善若隐，他也不是不讲，也不是讲啊，但他也努力修行的。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基本上都是啊，那么没有善恶，没有业报啊，没有来世啊，没有凡圣的，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啊。那除了善若隐跟善若仪跟这个泥见子之外啊，好，那一般来讲啊，就是两边就是常见跟断见啊，那这个是从有我跟无我来讲的啊，那么常见基本上是有我，断见是无我啊，通常是这样啊，有我论啊，那这个我，这个是无我论啊，这个无我论跟佛教的无我论不一样哦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说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来世，没有后世，这个断灭见的，啊，不信罪福的，啊，这个是无我。那有我论，这个我，通常这个我，恒常独一自主，因为有时候把它叫自信，啊，像泥见子、耆那教都叫做命非命，啊命，啊，那也叫做命，有时候叫自信，啊，那叫灵魂，叫梵，啊，反正就很多种了，梵我、神我，啊，有时候叫梵，叫做梵我、神我，叫神。啊，神我、自我，啊，梵我、神我、自我、大我，啊，反正就很多种啊。那这个都是常见的，都是常见的，不管是梵我、神我、自我、大我啊，然后是命啊，那么基本上那灵魂之外的叫做非命啊，像耆那教也是讲命非命啊，那阿婆浮陀也是讲命非命，有讲命啊，苦乐就是地水火风苦乐命啊，有一个精神性的啊，也是讲命啊。好，那通常它的特性就是恒常啊、独一、自主啊这三种啊啊，所以佛法会从无常故无我，会从缘起故无我，缘起就不是独一的 啊，会从苦讲苦故无我。啊，有时候就是针对他没有具有那种特性，所以说无我，啊，会这样。好，那这个啊，基本上讲，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来世，没有圣人，这个是两边。那外道
也可以这么说啊，就外道讲有我，佛法讲无我啊。那这里不管是有我无我，基本上都是我见，都在我见，都在两边啊。那如果从佛法跟外道来讲啊，外道是讲有我，那么有我里面又分啊，这个常见跟断见啊，那都讲有我，离蕴我也是讲有我啊，即蕴我也是有我。离蕴我就是离开这个五蕴身心有一个我啊，那么这个就是常啊，这个身心灭了啊，那个我不灭。那即蕴我就是这个身心当下就是我啊，也许是色是我，也许是受想行识是我，不管啊。那也许是这个我中有蕴，也许是蕴中有我啊，那相在，但是都是即蕴我啊，或是离蕴我。那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然后就是断灭见。那断灭见一般来讲是说即蕴我啊，其实就是唯物论啊，这个蕴就是我。当我这个身体死了没有了，运不在了，我就不在了，啊，运不在了，我就不在，死了烂掉了，啊，就运不在，我就不在了，啊，就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好，这个是外道的唯物论。那佛法的无我论，基本上它也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它叫做堕两边啊，它叫做离两边。那有因有缘世间起，它是缘起的无我论，啊，缘起无我，啊，缘起的无我。啊，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正见世间集就不生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有见，它是不生有见，不生无见的有佛法缘起无我论。啊，它是即蕴我，外道是即蕴我、离蕴我、堕两边的有我无我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我论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刚才讲啊，那一切苦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啊。那中阿含多戒经色有招式，就是你遇到的种种事啊，这些事里面有灾患啊，天灾人祸啦啊，尤其心里面的啦啊，有恐怖啊，然后见什么见什么啊，完全是非常多啦，战争啊，饥荒啊，瘟疫啦啊，水灾、火灾、地灾、风灾啊，这种种，比一切就是一切的苦，其实就是一切苦了啊，一切苦。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都从哪里来？从业来。业从哪里来？从烦恼来。烦恼来从哪里来？从愚痴来。无明与无明啊，从愚痴来啊。所以愚痴是一切的因啊，十二缘起里面无明是因啊，不从智慧生啊，就是从愚痴生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嘛，无明的造业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嘛。若见地人，若真正懂得佛法的人，见地啊，就见到这个地，地就是地理啊，道理啊。那一般我们讲四谛、二谛、四俗谛、圣依谛啊。那见谛一般可能就是见四谛啊。那么信普问吉凶的，终无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因为他知道那个跟那个没关系啊。既然那个跟那个没关系，你还去找那个问啊，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一样，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若生极重苦，好，这跟我们。我们生了极重的苦啊，这一切这些极重的苦，这些是苦，但还不是极重啊。那有极重的苦，那舍离此内，此内是什么啊？舍离观五蕴、观缘起、观六处，舍离这个身心啊，啊，那么你去观照啊，这个生命的缘起，那么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苦集灭道啊。那舍离啊，内基本上内道外道嘛。那么舍离也可以讲舍离佛法所教你的啊，你要去观照五蕴身心，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你要照见五蕴，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身心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啊，它的苦乐从哪里来，你了解这些道理，那了解一切都是无我的啊，去掉这个无明，那么更从外求啊，在学外道的方法，跟我们刚才讲的啊，那种种的法会，种种的祭祀，来消除种种的苦，用种种的法会来消除种种的苦，而不是去察觉、去了解、去明白这些苦的苦因是什么，灭苦的方法是什么？哈，没有啊，就好像说，哎，这个不会医的医生，不管什么病都给他这种药，啊，那这个一定是不会医的啊。你头痛也吃这种药，脚痛也吃这种药，眼睛一痛也吃这种药啊，什么痛都一样的一味的药。啊，那这个是不对的，要了解这个，等一下还会再讲治病的啊，对治西谈。那么更从外
求一句咒，百千句咒，令我脱苦。啊，一样。我们不但念咒来脱苦，还要念咒来加持这个水、这个被子啊、这个沙啊、金刚明沙、往生被啊，把咒刺在上面啊，做成手环戴在手上啊，然后做成那个项链佩戴着，随身佩戴着啊，然后做成贴纸贴在墙壁上哈、啊，不只是念而已啦啊，现在更多了，现在花招很多了啊。那么这一些想要离苦，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也离不了苦。你看佛法讲得很清楚了嘛，但是我们哦，我们基本上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了啊，然后修的是外道法，却一直以为在修佛法啊，就很麻烦啊。那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能够啊了解到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偏的就是第一个修婆罗门行，第二个修外道苦行啊，那就认为在修行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他这里讲，他说是破群那中既有我啊，就回过来说。就是因为啊，这个破群那、啊、这个比丘啊，那么既有我有神啊，这个神就是神我了啊，堕既常中啊，就是堕到两边里面，就是两边里面堕两边，这个两边是常的这一边啊，他破群那、啊、堕到常的这一边啊，那前面那个是堕到灭的那一边啊，就是常见跟断见啊，堕到断的那一边。破群那问佛言：“大德谁受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啊。若佛如果跟他讲啊，有魔甲魔甲受，便堕即常中。所以佛不这么说嘛。我不说有受者，我不说有触者，我不说有事者啊，实事者啊，就讲这个事实啊。那么事怎么来的啊？然后触受爱取有啊，就六触啊，那有的啊。那么昔人我见背负牢固。啊，就比先来邪见更深啊！他原来就抱有这种邪见，现在你更认可他了啊，他邪见就更深了，不可移转。以是故不说有受者、触者。好，那这个我们就这样了解来，就会比较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人师谈，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执着，而说有或说无。或时候有说，或时候不说，说或不说，说有或说无，啊，其实是这样。那像我们刚才引的啊，甚至这个婆伽种的，他甚至连说都不说，说了他就会增长邪见，所以就不说。那这里破群那是说，说有他会增长邪见，啊，所以就说无处无受，啊，其实是这样，就说没有，啊，那不管说有说无，他都会增长邪见，那就不说。啊，就有说与不说，说有与说无，啊，那这个的差别，那这种差别就是什么？就是为人师谈，啊，因为众生根性有差别，啊，好，那翻过来看二十页，啊，所以他说这些叫做为人师谈，啊，那我们对照着婆伽种出家，啊，就婆伽种出家的这个外道跟破群那，啊，这个比丘。那么这说法啊，好，那就有所谓的说有说无、说与不说的差别。好，现在来看第三个叫做对治息谈啊，那对治息谈就是用药的这一种说法。好，他说对治息谈的有法，对治则有，实性则无，就是他主要是在对治的啊，并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法。那因为这四悉檀都是跟，就是这三悉檀啊，为人世间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都是跟什么对照看的？跟第一悉檀对照看的。那第一悉檀就是没有实性是无的啊，那么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第一个就先讲啊，对治啊也是这样，实性则无啊。那么像世界悉檀他也这样啊，我们可以翻到第十八页啊，世界悉檀对角也是这样。啊，有法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也一样啊，没有那个自性啊，没有那个自性。那一样啊，就是他这里也一样，实性则无。好，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
重热逆作，咸药草饮食等，于风病中名为药，于病非药。啊，我们把这三个看完。啊，那么若清忍甘苦涩，药草饮食，啊，这就是药草跟饮食啊。啊，那么于热病名为药，于病非药。若清心甘涩热，药草饮食等，于冷病中名为药，于病中非药。啊，那这个是医药的问题啊。那印度人基本上啊，那么讲主要三种病啊，就是这里大智度论说的。你看那个大波涅盘经里面也是这么说，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是这么说，就是三种主要的病。三种主要的病叫做风病、冷病、热病，就是这里是风热冷啊，那也可以讲冷热风了啊，冷病、热病、风病，主要是这三种病啊。那这三种病啊，那基本上。他这里有讲到几种啊，重跟轻是一组，啊，那么冷热是一组，那其他的辛甘苦涩，那么逆是有酸啊，辛甘苦这个坐就是酸，醋了啊，这个是醋啊，类似叫就是醋，那个逆是油，又叫做滑，油腻油啊，那通常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依《大波涅槃经》里面说的。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再结合这里看，他是这样啊。他说啊，在《大波涅槃经》的卷二跟卷三十五啊，他是这么说啊。他说：辛苦咸甜醋等味，以疗重病。以疗啊，他有风热冷病，以疗风热冷重病。他基本上把病大智论把病分成四种啊，这个是根本的三种啊。那么又说啊，这个是卷二的啊，卷三十五里面的他这么说啊，他这么说，他说热病疏能治之，他写这个疏，但是应该就是这个疏了，就是这个疏啊，疏油的疏了啊，其实就是油。这里就是这里的逆，油逆，疏能治之，啊，这不是疏，是另外疏啊，油等一下有酒，疏能治之，啊，那么热冷病，风病油能治之啊，这油是这里的油，这不是这疏是这个疏，油风病，啊，油能治之，那么冷病，逆能治之啊，他是这么说了，啊，我们不晓得他原理是什么啊。啊，但是如果依中医的理论啊，等一下再来讲啊。那大智度论里面啊，其实基本上它是这三种病。那这三种病有的是热风，有的是热风冷啊，类似像这样就变成杂。智论卷五十九，那么他讲有根本四病啊，这是印度的说法了啊。根本四病就是风热冷杂啊，风热冷杂，风热冷杂。啊，那么杂基本上就是啊，这个风热啊，或是啊风冷啊，类似像这样的 啊。那么有这种杂啊，那基本上它都有根本四病。好，那讲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讲对治所谓的贪嗔痴啊，对治贪嗔痴，像《大波涅槃经》也是这样啊。那这个风病啊，基本上是讲嗔啊，那么热病是讲贪啊，冷病是讲痴啊，风病是讲贪啊，风病主要哦，风病是讲嗔啊，冷病是讲痴啊，热病啊啊，冷病是讲痴啊，这个是贪啊，基本上是这样，热风冷啊，这是指贪嗔痴。好，那这个是印度的习惯性说法啊。那他这里
这里有所谓的轻重，哈，我们把它把这里说的啊，把大哲里面说的，如重热油酸做酸咸啊，那么它基本上分两，大概分三组了啊，冷热轻重，啊，就轻跟重，有轻，有重，有冷，有热。那么跟这个辛甘苦涩酸油啊，辛甘苦涩浊啊，就酸油腻啊，腻是油啊。好，那通常是指这个，基本上是应该就是一般饮食医药、饮食跟药。药草，它的一个冷热是它的，应该是它的药性，啊啊，比如说比较冷的、比较热的啊，寒性。这个中医里面它讲五性或讲四性，寒热温凉。中医讲四性，有时候讲五性，就是药性啊，寒热温凉。啊，通常是讲这样。那印度就是，啊，它就是冷、风、热，啊，寒、热、温、凉，啊，有些加一个平，啊，就平性啊，五性，或是讲四性。那讲五味啊，那类似像这里啊，那么冷热啊，它我们讲的多一点，寒热温凉平，啊，然后这个是五，一般讲五味啊，这里也六个啊，就有，还有一个有。那五味。基本上是辛甘酸苦咸啊，那么中医讲辛甘酸苦咸啊，辛甘酸苦咸这个四性啊，写在这里好了。啊，我们对照看啊，对照看，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中国的啊，那也中医也很，就是也很多很复杂啊。那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四性五味或五性五味啊，中医的理论啊，那他。这三种啊，一个就是啊，我们对照看的啊，中医五性、五味啊，那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浓淡，或是它的药效的轻重啊，药效比较重，或药效比较轻啊。那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啊，就是说它是讲五味是辛甘酸苦咸啊，五性是温热寒凉。平啊，那另外有所谓的这个药效，药效的作用啊，药效的作用有所谓的升降浮沉啊，有轻有重啊，药效有升降浮沉啊。这我们稍微借由这个来稍微理解一下，就是印度的说法跟我们这边的说法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就作用啊，药效的作用。有所谓的升降浮沉，那这个也可以看成是轻重啊，但轻重又有另外的说法啊。那这个沉啊，然后另外有所谓的它的这个性味厚薄，药理药味有所谓的轻重啊，就药效有轻重，还有所谓的它有讲药效或药味。药效有所谓的轻重，啊，或是药的颜色、药味、性味厚薄，轻重啊，药效啊，有所谓的轻重。所以这里的轻重啊，他这里讲的所谓的啊，这课本里面的啊，轻重、冷热啊，那冷热一般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啊。这里啊，冷热是这里的啊，啊，温热寒凉的啊。那么它这里的辛甘苦涩酸油啊，就是我们的五味。那它的轻重啊，基本上是药效的轻重或药效作用的升降浮沉啊，大概是这样了啊。那这样我们就会比较知道啊，就是它大概分成三组，来说明治病的一个理论。那这个因为是印度治病的理论啊。
那大智论里面就讲有根本四变啊，那有些说是所谓的四百四种变，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有引申的变啊。好，那这里说到啊，所以他就分三组啊，所以他把说重啊，就是重跟轻啊，那有重有轻啊，就是药性的重轻啊，啊作用的重轻啊，然后这个是药效的重跟轻啊，然后药本身饮食本身的冷跟热的性质啊，然后还有它的味药味，这个药味是辛甘苦，那药性是冷跟热，药效是重跟轻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分大概分三种，一个就是药效啊，那个比较重要或是比较轻的啊，那药效，那一个就是药性，药性是冷跟热啊，我们是寒热温凉，那分成冷跟热啊，那然后药味啊，就是它的味道啊，它基本上分成啊这个辛甘苦涩啊酸啊滑啊啊大概这样啊咸啊辛甘苦涩咸啊后面还有一个咸啊。后面有一个弦，啊，大概有六个，啊，后面有一个弦，啊，大概有六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啊，好，那分别来自不同的病，啊，所以他说重热啊，重跟热啊，那基本上是啊，那一个药性。啊，那后面的啊，比如说腻就是油的意思啊，啊然后酸咸这些药草，这是药味啊，就是药味、药性跟药效啊，或是性味分轻重。那有些就是把性跟味分轻重，性味轻重。那有些是药效分轻重，药效啊分轻重，或是性味、药性跟药味啊分轻重。啊，味道比较重的，然后药性比较轻的，寒热温凉这个，啊，寒热温凉啊，这个药性，啊，所以，啊，基本上是这样，这个药性，这个药味，啊，药性，这个是药味，啊，这个是药用或是药效，啊，分轻重，啊，那性味，或者是性味轻重，啊，那就是这个的轻跟重，啊。大概有这两种说法啊，轻跟重的说法。好，那他这里就对照三组啊，对照三组啊，这个重热腻有啊，做咸啊，这些药草跟饮食，那风病中名为药，那么不能治热病，不能治冷病，它只能治风病啊，就好像这个人参啊，在对。有一些人来讲啊，他可以用，有一些就不能用啊。那你已经很热了，你再吃人参啊，就更热了啊。你要很虚的人吃才有效啊。那么两个东西要对热的人啊，那清热泻火的东西啊，那要对热的人有效。如果你已经冷了，你再吃清热泻火的，你就更虚了啊。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清冷、甘苦涩这些药草啊，药性、药味啊，那药效。啊，那么是比较轻的，啊，那么这个药性是比较冷的，药味是比较甘苦涩的，啊，那么这些治热病，那么风病跟冷病就不适合，啊，那这个药效比较轻的，药性是比较啊，他没有讲冷热啊，那么哦热的热在放在后面啊，啊，药性是比较热的，啊。那么药味是辛苦涩的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那个热应该放到前面来，清热辛苦涩啊，他把热放到后面去了啊，那就所以应该是轻重是一组，冷热是一组啊，其他的就是药味啊，热性冷性，药效轻跟重，那药性是冷跟热啊，药味是辛甘苦涩。咸酸啊，辛甘苦涩咸酸啊，大概是这样。好，于病会药，佛法中治心病亦如是啊，其实就是治贪嗔痴啊，
啊，其实是贪嗔痴。好，那他后面啊，因为他要讲对治西坦嘛，所以亦如是，如是是怎样啊？就后面讲到三种观法：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啊。另外有一个无我无常观、无我观啊，所以总共讲五个啊，讲五个。那他这里并没有讲到所谓的五停心啊，因为大智论里面没有讲五停心啊，但是这里面讲五停心啊，就自主注解讲五停心了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五停心啊，先来讲这个啊，先来讲这个所谓的啊底下主要的三种：不净观、慈心观跟因缘观。因为这三种基本上是大智论里面比较常说的。啊，常说的这三种，那因为它主要在烦恼，主要就是贪嗔痴。那这里说的就是对治贪嗔痴，啊，就好像因为它前面举的例子就是风病、热病、冷病，它也是举三种而已。那这三种在经论里面啊，比如说《带到波罗蜜经》里面，它就是说用世间的药来说明心中，就是用世间一般众生的病分三大类来说。众生的烦恼心病有三大类，那这三大类不外乎就是贪嗔痴啊，所以风病啊是嗔啊，热病是贪啊，热病是贪，风病是嗔啊，那么冷病是痴啊，也是在讲贪嗔痴啊，那所以啊这个一样啊，所以他的对治也是对治贪嗔痴，所以主要都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来讲，来对治贪嗔痴啊。那无常无我啊，是对治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无明啊。那主要是这样啊，所以无常也是要得无我啊。那其他三个是对治说的啊。好，那后面。啊，后面无常无我，他也讲是对治啊，所以他讲他这五种，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不净观思维，那么于贪欲病中名为善治法啊，那善对治法于嗔恚病中不名为善啊，就是说这个是看个人的烦恼啊，烦恼的轻重啊，那一样。啊，那什么样的烦恼啊？这烦恼性是什么啊？那么来看是怎么修什么法啊？那如果你贪心重的人，那么你修不净观，那贪是什么？贪就贪五欲啊，贪五欲啊。那五欲里面基本上啊，我来看五欲里面哈，贪主要是贪五欲的啊。那还有贪，那重点就是从我爱啊，那么引起对五欲，贪重点在五欲。那五欲比较多的啊，比较重的，基本上就是饮食男女啊，然后对自身的贪，对别人他身的贪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叫欲贪，贪有分欲贪、色贪、无色贪的啊。那主要是欲贪，这个欲基本上就是五欲。那这是我们欲界众生的啊，当然贪还有分，贪主要有三种嘛，欲贪、色贪、无色贪嘛。你欲贪去除了，还有色贪、无色贪了。但是我们现在是最人说的啊，所以人是欲贪是五欲，欲贪、色贪跟无色贪啊，欲贪断掉了。欲贪断掉了，只证三果而已，啊，证三果，断了就证三果，断欲贪就证三果，你就是三果的圣者，啊，色贪如色贪断掉，你就证阿罗汉，你就断色贪如色贪断掉，一切烦恼就断掉了，啊，证阿罗汉，证四果。那欲贪是对五欲的贪爱，对五欲的贪爱，贪是贪爱，啊。贪爱不舍，恋着，啊，贪爱基本上它就是恋着不舍，心里面一直想着啊不舍。好，
那这欲贪里面五欲，色身香味触，分别来讲是这样，啊，那色身香味触里面主要两个就是饮食跟男女，所以你看八关斋戒啊里面啊不邪淫改成不淫欲，那非过午不食啊，那么一样啊，就是在饮食男女啊，然后在五欲上面啊不着香花幔啊，不歌舞娼妓啊，声色不坐卧高广大床啊，过午不食，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在家人受出家戒，出家基本上就是对治这个欲贪的啊，就少欲知足。那么饮食基本上啊，色、香、味、触啊，四欲杂染啊，男女啊，色、声、香、触啊，所以他都是四欲杂染比较严重的啊。孔子也说：“人之大啊，这个。”人之大患啊，就饮食男女啊，饮食男女啊，所以出家啊不淫欲，过午不食啊，那么就是他能够稍微对抗啊，就是不在这边加重啊。那他这里啊，那么还有对自身跟他身啊，自身跟他身。对自己的啊身体的染着啊，对别人身体的染着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所以他修不净啊，他这里修不净，修不净你对治他。那如果对饮食的染着呢？啊，佛法里面也有啊，他就是第一个佛法是从，比如说你托钵乞食的啊，对饮食的染着，他对治就是他是托钵乞食的。你不能选择你要吃什么，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他就对治了你不会在真里面长贪了，你有吃就好了，有得吃就好了，吃多吃少也不是你决定的，吃好吃坏也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他就由这个托钵乞食啊，然后来断你这个对饮食的贪着。哦，我今天要去吃什么，我要吃咸的，我要吃甜的啊，我要吃多我要吃少，这不是你决定的，你只决定你要怎么修行，你不能决定你要吃什么，要吃多吃少，吃好吃不好，不是这样。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甚至叫你在饮食的时候做官，啊，官你就像在吃你儿子女儿的肉一样啊。当然这个一般人没办法啊，但是有的他叫你这样官啊。那所以一般我们讲啊，三德六位啊，就是我们要讲这个那个是另外一种啊，就是你要供养佛的啦，那个是另外一种供生的。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要观啊，这个十存五观啊，积功多少，量彼来处，存取德行，全德因果，凡心离垢贪等为重啊，就是要叫你不要在这边起贪嗔痴啊。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说来对治的啊，对治的饮食这一部分啊，那就是第一个就托钵啊。啊，有些说，有些是甚至有所谓的偷偷行，它有一坐食，啊，一坐食，一钵食，那么只吃，只拖七家啊，超过七家就不拖，反正有很多种来对治它了，啊，就一钵食，一坐食，啊，那么只拖七家啊，就有很多种啊，来对治这个对饮食的贪欲。那对男女的贪欲，通常是修不净，啊，那不净观。那不净观有所谓的九想观、十想观，那九想观、十想观啊，或是说九想、十想，九想或者十想啊，那么这个是观他身，观他身不净，观尸体，观尸体，这个是从他身去观，观尸体。那观尸体要去哪里观啊？到狮驼岭去观啊，因为印度这个是印度人的方式，印度人不是用土葬的，印度人只有两种葬法，一种是天葬，跟西藏的天葬不一样，就是放在森林里面，给让它自己腐烂，给其他的动物吃，啊，那尸体就放在森林里面，叫做狮驼岭。那我们是埋起来，他们是没有的，然后就放在森林里面，啊，然后有一个森林是专门放尸体的，那比丘就去那里观啊，尸体了死了，开始观它九想或十想。啊，从膨胀想，
啊，或是轻于想。如果久想，就从轻于想开始想，啊，就身体死了，身开始会发黑啦，啊，发紫啊，这些开始烂，啊，那有些是从膨胀，啊，身体开始膨胀。久想就从轻于想开始想，实想是从膨胀想开始想，想到什么啊？想到白骨，想到烂掉了啊，就尸体的变化，整个变化，啊，升到白骨啊，然后这个是从他生，从自身呢，啊，自身就观这个身不净，啊，那怎么不净呢？观到背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白骨啊，啊，然后自身是观自己，啊，有时候讲三十一身分，有时候讲三十二身分，有时候讲也有讲三十六身分，反正就是你分析这个皮毛肉骨髓血痰涕唾大肠小肠肝胃肾啊这些啊。要就是整个身体是由这几种，有的讲三十一种，有的讲啊三十二种啊，那么三十一身分、三十二身分，就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啊，啊，就是大概不净观大概有这两种，就是观自身他，他是从尸体开始观，啊，去看他的尸体的变化。那我们也是这样，那看到最后你产生不净，就是厌恶了，啊，厌恶，厌恶作意。啊，厌恶作意，就是你的心这样想啊，你大家都不喜欢看这个嘛，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啊，跟他一样的，啊，所以你就去看那个尸体变化，以后我们也会这样啊。那现在虽然没有这样，那皮包着而已，那其实里面的东西结构是一样的啊。然后你就看他的皮烂掉，里面是肉，然后肉怎样怎样啊，然后就是这些就看他整个变化。那一种就是看自己的身体啊，其实是皮肉毛骨。啊，那么这一些肉、皮、肉、毛、骨、髓、血啊，痰、唾、涕啊，这种种啊，大概就是三十一、三十二身分，或是最多也讲到三十六身分的了啊。啊，那基本上啊，就是你去分析这个，每天这样观，每天这样观啊，然后你就对自身、对他身不会产生恋着啊，你不会产生恋着啊。那基本上这个是对治欲贪的。对治，这个是对男女自身他身的欲贪。那如果对饮食的欲贪啊，基本上就用托钵乞食对治啊，或是你去观这个饮食，就好像经典里面讲啊，就好像在吃这个子女的肉一样，哈哈，类似像这样啊，你吃肉就好像吃你的肉，你怎么吃得下去呢？啊，那当然这一般人观不来了，没办法啊，每次吃东西都这样会得厌食症。就不太想吃，厌食症也是一种病，所以这个会有后遗症啊，啊，很多人观到不净观，观到成就了，要观成就才有，啊，但是有些人即使这样观也观不起来，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啊，就有一个比丘啊，啊，这个对女色非常的恋着，他即使观不净，他还是很喜欢，他没办法，啊，他有就是有一些人不一定观得起来，啊，就是他那个作意没有成就，啊，那么。这个大概啊，大概是这两种。那因为饮食的话，出家的话，在家就没有这样观了，在家没有修不净观了，啊，在家有家庭的啊，那出家才修不净观啊。那在家也没有托钵，在家自己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但是他因为他没有要解脱嘛，啊，他只要不让他的烦恼过剩就好了啊，过度就好了啊，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是用托钵乞食来对治，这个是修不净观来对治。那因为修不净观，后来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佛陀有一天来说，啊，比丘怎么变这么少？啊，很多都自杀死的，啊，就是修到不净很厌恶啊。那观自身不净，观别人不净就厌恶别人，那观自身不净就厌恶自己，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脏很臭，啊，很不干净啊，所以就自杀，想死就自杀死。后来佛陀规定自己不能自杀，有两种意思啊，自己杀自己。跟叫别人杀自己啊，就自己杀，跟自己杀自己。自杀基本上在佛教里面，若自杀，若叫他杀，是自己杀，自断，自己断，自断他命。通常若自杀，若叫他杀，这个自杀是指自断他命，自断他命。但自断自命也是自杀，自己断自己的命，这是一般我们社会讲的自杀啊。那佛教里面的戒律里面的若自杀若叫他杀是自断他命的意思，主要是自断他命啊。那自断自命也是叫自杀啊，
其实就是断命了，断自命，断他命，啊，自断他命，就是我自己杀，啊，就叫自杀。若自杀，若叫他杀，若见作随喜，那指的是自断他命啊。但是你只要断，不管断他命，断他命，都变成在自杀的范围里面了，啊，就这两种意思了。那世间的自杀是偏向于自断自命，自己杀，自杀了，自杀而死。但是佛教里面戒律里面讲的自杀，多数在讲自断他命，但这两种都叫自杀。那后来佛教里面就是很多修不净观的，很多自杀死掉了，就这个自杀自断自命死掉了。那佛陀规定不能，就请别人帮助他，叫他杀啊，那一样啊，那叫别人来杀自己了啊。那这种就是因为修不净观产生非常厌恶的心态，厌恶这个世间，厌恶自己。啊，那么所以佛来佛陀就本来是修不净观来对治，后来就比较修安那波那，啊，就慈禧观。那这里没有说啊，它变成五庭心里面的一个慈禧，啊，那后来我们原来叫慈禧，啊，叫安那波那，就是出席入席啊，安那波那，啊，那么。基本上是慈禧，慈出入禧，出禧入禧。那后来我们有一些人啊，就有些人知出禧，知入禧，知出禧长，知出禧短，知入禧长，知入禧短。基本上从这样开始的。后来啊，有些人可能这个不会啊，就用属禧，后来叫做属禧。那原来叫慈禧，就是知，只是知，你知道，你这个心放在这个禧上面。习长习短习出习入，那后来就变成属习啊，属出习或属入习啊，一二，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摄心了，一般对一般人来讲啊，所以后来就变成属习，后来我们就变成属习观，其实原来是不是属习观，是慈习观啊，后来属水子修啊，那么变成属习，从属习开始。好，那这里讲到啊。讲到这个不净观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因为它这里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这个是主要的三种，主要的三种。虽然它后面讲无常无我啊，但是这个是对治的，这个是对治的啊。就不净观思维于贪欲病中，名为善对治法，主要在对治贪。如果你嗔心重，再修不净观，那会越修越严重啊，烦恼越重啊，烦恼越重啊。所以并不是。非对治法，你贪爱这个人，你在他的身上观不净，啊，那你就不会贪爱。那你已经很嗔这个人了，你再观他不净，那你就嗔心就跟他抢了。你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也是，所以他不是对治法。所以则观身过失啊，观这个人身体不好的部分，啊，他有什么好？他好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叫不净观。那不净有很多种不净啊，那这个只是身不净而已。那烦恼也是不净啊，就是杂染有几种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大智论后面也有啊，就不净不只是身不净而已啊，就有种种的过失啊。啊，那么若嗔恚人观过失者，则增益嗔恚魔故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对治法啊。那后面慈心因缘也是这样啊，因为时间到啊，我们就下次再来讲啊。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